喂，你好似未讲完噶，你先系边个凶手啫？我先系 Judy， 点会计啊？因为林大学死嗰晚，其实我都在场，我系跟踪 Judy 去。虽然我冇亲眼见到佢喐手，但系当时除咗佢冇第二个人喺度。点解唔早讲？讲啦！我唔知点解，有冇搞错啊？咪就你听我讲埋先。就算真系 Judy 杀人，我都肯定佢有苦衷嘅。有咩苦衷啊？杀人即系杀咗人啊嘛！你系差人嚟噶，你会真系当佢系你老婆先得嘅死仔？好耐冇见啦！喂，早晨早晨，唔阻你哋啦，拜拜拜拜。唉，你仲知道啲咩嘢？快讲埋出去！我谂佢会再喐手，喐咩手啊？喐手杀嗰啲知佢秘密嘅。好在我唔知，而家知啊，我都知。仲有一个，程小姐。咁你仲唔快通知程小姐？我立即报话天罗地网拉佢。我咋吓死我，系咪咁啦？我呢条抗世绝招嚟噶，戴咗人皮面具，如果真凶手见到我咧，就即刻吓晕，我将佢绳之于法咯。大哥唔住先 ，hello， 咁嘅，人都俾你吓晕啦，人哋有睇新闻咁啊，死蠢，咁点啊？而家即刻上 Judy 房夹住包你有手镬噶啦。有收获啊！我攞炮咧。哦，做啲咁嘅危险嘢，你问我攞翻支炮，你真系当我死蠢啊？喂，